河内那里。啊，靠近河内那一边。越南有时候天气也蛮像台湾哈。对啊。会不会像下雨？就是热的时候比台湾再热一点点，冷的时候比台湾再冷一点点。四季分明。啊，四季分明，对啊。好，来，请就位了，两千哈。小心哦，给公港公平公平。瘦怎么站不住啊？对的。哎呦，我要从那边来哎！小心有一点，加油！小心哦！加油！加油！这一下轻轻的，好，跳起来！稳住，稳住！好，两千块，过关！哎，恭喜！挑战四千哦，预备！加油！好，四千！抓住，加油！跳起来！优美的舞姿，奇怪，再来一次来，加油！哦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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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原住民，哎呀，对，对呀，好，平常做什么工作？打猎，打猎，真的在打猎了。有猎过什么？被山猪追啊！哦，山猪追，跟被小甜甜追过一样啊！你家几个兄弟姐妹？四个，男的。对呀，哎呀，都会打猎。两个还小。哦，两个还小，就有两个会打猎。有没有抓过蛇？最怕蛇。有抓他？没有。那你打猎，山里蛇毒不毒？超毒的。超毒的。超毒的。你们不怕？你们有没有带血清什么？没有啊。那你刚刚讲打猎，你被山猪跑，那你有没有打到什么猎？被山猪追啊。就这样子，有没有打到山猪？没有。那你们打过飞鼠？有啊。哦。飞鼠那个大便好吃哦。肠子吃中药，飞鼠对飞鼠肠子里面有那个它的大便要吃，那是中药。也最怕碰到那个蜂窝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哦，那个被蜜蜂叮过，有啊。虎头蜂，抓起来泡酒。对呀、啊，哇，那个很恐怖的。被蜜蜂叮，最好的解药是尿尿。哦，啊、真的哈、哦。他打那个什么龟鸡吧，兔子啦，龟鸡吧啦，野兔啦，狸嘛哈，山猪啦，对不对？飞鼠啦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一定能过关了、啊，两千了、啊。好，两千来，你们出力啊！出力啊！来 CP 红头。他可以过了，打算来个价钱就不用我重复讲，好，就四千了，四千，哦，加油 ，PA 就四千哦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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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再一次来，这个不太能平衡吧？他都用侧面跳哎，嗯，侧跳，嗯，预备。他以为他穿裙子吗？这错。加油！哦，别了，有一秒钟，两秒钟，三秒钟，不会了。Very tough, so pretty。啊，不得了！好了，现在八千块了，预备，加油！八千块，加油！好，再一次，六千。六千，因为用力哦，六千啊，大力点，大力点，来喽！贵了，贵了，贵上，输谁家自己，自信应该可以过来，再给你一次，有用，可以用力哈，可以，一定要用双脚哈，有用力，加油了，预备，加油，加油。下次带我去打猎，谢谢。下次带你去打猎，哎，哦，打你啊！钱都拿不稳，你的手还没拿。不是太久没抱了。哦，对，谢谢。然后抱一下，来抱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哎呦，也跟欧弟抱一下。干嘛那么心虚？干嘛那么心虚？好，谢谢。下面。